然后整天爱喝闷酒。我就问他为什么，然后他就坦白说，这个姐姐一直在找他，给他打电话，发骚扰短信。那是骚扰短信吗？会说话吗？上过学没有？有没有家教？你说话可以尊重一点吗？就是给亮亮发短信吗？你明白吗？你知道我们俩之前什么事儿吗？姐，你听我说完好吗？你戴个墨镜干嘛？不敢见人是吧？现在这个姐姐都闹到这个台上来了。你别跟我姐姐的。现在这个姑娘都闹到这个节目上来了，亮亮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我就劝亮亮过来。行了，别再说了，你再装装不下去了，出来吧，不是女朋友吗？你再不出来，他就跟我走了。主持人，出来吧，你出来吧，不要出来，不是女朋友吗？不要让他出来，不要出来啊！你不是女朋友吗？我们放开你手，拿开你手，你别动。哎，你之前怎么样的？那是我男朋友，没完了是吗？那你之前跟我的朋友，之前跟你怎么样了？不是说你女朋友吗？出来呀，躲后边干嘛？主持人是我，不要这样好吗？那你出来呀。出来，等你。那个主持人，可不可以不要让他上来？我尊重他的意见。为什么不上来？我真尊重他的意见。不想打扰他，他为什么不上来？你要让他不上来，他是假的。就你很想保护他，是吗？我明白了，你今天就是故意请他过来羞辱我，对吧？报仇是吧？